来看2017年创立原声乐团，望讲把台湾本土的古典音乐推广出去哦。即马疫情缓和，原声乐团嘛受到邀请，要去美国西华巡回演出6场的音乐会，以家己的声世界来听做主题，要让世界听到台湾的音乐。台湾经典歌谣，大家听甲真入迷。这是来自台湾的原声乐团，以家己的声世界来听为主题，让听众透过音乐听到台湾。所以我就对四大族群的音乐开始，哦，汉民族，哦，马达伊勒河洛，阿哥客家，阿哥原，哦，阿来来听咱的无同时代的音乐哦，哦，阿哥，搁有一挂是咱台湾的作曲家，哦，咱家己创作的音乐。原声乐团准备真侪大家接听到的台湾经典歌谣，比如《望春风》《归来乡》，好伫美国的台湾人，也阁有介意音乐的人，拢会当享受来自台湾的声音。第一场演出就得到真侪人的娱乐。大家为着要来听对台湾来的乐团演奏台湾的音乐哦，大家拢做早落来啊，而且大家拢是期待的，啊，对头到尾哦，大家拢。真正是听甲足感动。原声乐团2017年创团，以推广台湾音乐文化为目标，累积真侪市中的民众。六年来坚持将台湾的歌谣用高雄角的形式来演出，让民众了解高雄角不是西洋人专用的。对着疫情缓和，原声乐团表示，即马就是因要出发的时刻。即届吼，就是因为2019年来吼疫情吼，啊，做者咱台湾的朋友对国外登来台湾嘛。啊，拄啊有机会，咱听着咱那个原声乐团的演奏，吼、哦、啊，因拢足喜欢的，啊，就想讲，那疫情过了吼、哦，看会咱甲阮的迄个音乐的，哦，啊，带倒去因家己咧国外大个所在分享。即摆原声乐团是接受台湾之友基金会邀请，伫美国西华巡回演出，音乐无国界，原声嘛有计要伫今年年底去到美国的东华巡演，明年前往日本。让台湾的音乐走出国门，全世界都听得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